是个星探。不明电话，立刻，回答，立刻回答，立刻回答。嘿，孤独的小行星。你是在等待我命名吗？哎，一月六号，天气晴，疑似发现一只太空喵。嘿，呀，哈，吼，哈，哈，嘿，哈，呀，呀，哈，呀，嘿，呀，不会停止前进，更不会忘记约定。答案真的是42吗？哼，我要自己找到。当你抬头仰望，我就在那里。还有人在等我。浩瀚宇宙中某人的夜晚因你而美丽。欢迎来到宇宙中心，加速推进。你以为装猫我就会怕你了吗？你以为装猫我就会怕你了吗？太空快递喏，我带回来的土星特产，喜欢吗？我见过612颗星星，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一颗。下一站，河外星系，银河属号，今日正式升级，银河猫属号，又多了颗流星，许愿喽！在我的火箭上画只猫吧，自转启动。